然好凍啊，但係今晚咧專程嚟到奇玉苑睇 TeamLab 最新嘅夜間戶外展覽《心與湖光之際》。今次展覽會場位於喺距離東京一個半鐘頭嘅奇玉苑泛能市，地點喺11月9日最新落成嘅休閒設施北歐武明村。呢度亦都會係武明谷公園嘅大本營，預計明年3月開幕。今次可以趁住呢個機會先睹為快。哇，好靚啊！今次 TeamLab 最新的展覽是利用了大自然最原始和最朴素的一面，以合光的藝術去演繹今次這麼漂亮的展覽。第一個作品名為《漂浮》的呼應球體，隨風飄來飄去，非常可愛啊。今次的展品全部都會同人互動的，觸碰的時候有聲音和會變色的。最神奇的是发光球体虽然独自运作，但亦可以同周围球体相互呼应，变成相同的颜色。每种颜色都会有一种独特的音色，加上令人舒服的音乐，整个展览都好治愈啊！讲到最震撼的，相信就是呼应的不倒翁与森林了。连动的光效将整个森林的颜色改变，好像七彩的海浪不断蔓延开去。今次展览入面有三种巨型展品，当中我最喜欢就是我身后面的鹅蛋形发光体，在湖入面的七彩光芒映照在湖面。虽然今次三种展品入面只有球体、蛋形、鹅蛋形三种形状，但是摆放在森林入面不同位置，展现出令人难忘的美态。今次会场非常大，展期去到3月3日，一定不会令你失望啊！呢度有湖泊，有森林，有北欧武明村，亦都有 TeamLab 展览。泛能市入边仲有一个武明为主题的森林公园，呢度可以花上一日的行程啊！ I am not a businessman. I am an artist.